看来我要会一会徐家家主，好久没动信物，也不知道还管不管用。徐家主，进来过得可还舒坦？你怎么进来的？赶紧给我滚出去！保安，别喊了，没人敢进。血于信物，你这是何意啊，林先生？徐家主教子有方，我特意来请教。不敢，不敢，我看你徐家敢得很。 连我夫人的机密都敢偷，这徐家主，留给徐家的时间不多了，5分钟之内见不到我想要的东西，你们徐家就等着从江氏除名了。徐玉的能力，你应当知晓。请逆子，林先生，是我教子无方，您稍等片刻。林先生，这是您想要的全部东西。 为表歉意，这里头还有给夫人的合作邀约，还是徐家主明事理。不过，这点诚意似乎还差了点。